小姐姐，你哪位啊？早啊，瑞哥。早。你昨晚的表演很精彩。不能这么对我，哥，这小女朋友挺能折腾啊！闭嘴，把她嘴巴弄开。来，张嘴。啊！来，谁要？别用手啊你！喝水，来喝水。悟空，为师的酸奶呢？昨晚睡觉前还有五六罐呢。哎呀，干嘛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思考人生。思考人生？从哪一个开始啊？让我猜一下。从，你出生前一秒，还是大约在15个小时前你喝第一杯长岛冰茶开始？我猜是后者，因为后者的内容已经丰富到可以让你思考很久了。
我昨晚是不是做了很多出格的事儿？出格？不会啊，出什么格？你指哪个？你指的是看见了我弟吓得以为是看见我的鬼魂，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着自己很强，不能当替补，当了替补就失去了全世界了，说着说着还唱起了虫儿飞。对了，我劝你一句啊，以后你真的不要再唱歌了，因为你真的把儿歌唱成了鬼歌。哦，你还把擤鼻涕的纸巾一个个强行塞给队友，然后说这是鉴别礼，不许不收，不收你就抱着他哇哇大哭，最后还去舔你猫的毛，然后呢含着你猫的耳朵，几个人都拉不开，最后还咬人。实不相瞒，为师早起就是为了去打狂犬疫苗。所以吃药了吗？什么药？醒酒药啊，放在你门口，你这疯病不吃药怎么才能好？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谁知道那个饮料里面有酒精，有酒精叫什么长岛冰茶？因为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，松鼠桂鱼里面没有松鼠，雷锋塔里面没有雷锋啊，所以长岛冰茶当然也不是茶，土暴躁。还有，你穿个睡衣下来像什么话？你戴这个面具想干嘛？想吓死我们好杀人灭口吗？嗯，面具能不能不摘？你戴这个干嘛？丢人。哇，你还知道丢人？昨天让我们好好数你的鼻涕纸时，你不是这样说的。啊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还不滚身去换衣服，他们要醒了。昨天在酒吧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断片了。别的都不重要，你只需要记得，是成哥他呀，当着你前男友的面把你背走的就行了。前男友？简阳也来了。都怪艾佳那个傻，非要打电话把他叫了。老婆，你说谁傻呢？哎，谁在？有情况。